钥匙。我不认识你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。冰箱在哪儿，厕所在哪儿，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。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，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。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，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，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。爸，你干嘛呀？你猜我爸怎么说？这是留给我儿子的，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。